大家好，我是小宇宙的安妮。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的场地有变更，然后我录一下影片，然后让你们知道我们这次的场地会办在哪里。好，这边是那个马卡道大道，然后这边是南，然后这边是那边是北。然后你们在开车过来的时候呢，就会经过，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牛奶桶。然后从这边进去可以，爸爸可以先在这边放小朋友跟妈妈一起下车，然后让他们从这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推车进，再把你的装备带进去。好，带进去之后呢，就沿着这一条道路一直走，有没有看到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红红的地方？那个地方就是爱字的草皮区，然后我们就走，加快。好，然后我们到这边右手边，这边有一个儿美馆，可是我们不是要去那边，但如果小朋友要上厕所啊，或是洗手等等的，那大家就可以往这边走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。左手边就是我们的爱字的草皮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洞可以走进去，那边也可以走进去，但我们走大的比较安全。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查办我们5月27的地方初夏野餐故事派对，对，有 Music Together by Annie， 有马库创作剧团 Amanda 老师，然后有 Miss Tiffany 英语故事俱乐部，还有 Elaine 练上绘本的老师，我们会在这边跟大家相见。See you。